到了。俺老孙啥功名不要，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，过过逍遥日子。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，我懂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，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，我也懂。我不懂的是，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孙！蠢狗，放肆！还不退下？都记好了，他不是只普通猴子，他是有功的猴子，是封过佛位的猴子。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猢狲的猢狲，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若是你败了，我带你回天庭，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定然不会罢休，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。生灵涂炭了，好歹也同僚一场，是真不想打。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那只猪头，就说你最会扯淡，最能逗老孙开心。杨兄弟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，其他两颗先给你留着，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，这里的，上面的，刚刚那条黑的，留下点儿，一起上吧。老天一再给你机会，你这般不识抬举，损不是废物。长生不老的佛位，有多少人求而不得？长生不老，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字上？
天禄，本性未改，今日谁也救不了。好兄长，你的刀钝了，正好给俺老孙挠个痒。自在，纵然得了镇国金身，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，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。谁知他辞了佛位，欢喜欢香，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。这块石头啊，在山里住了不知多少时间，
我打小听人说，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。他乃天产石猴，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，纵然不幸身死，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，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，各自逃遁隐匿世间。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，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。我老了，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，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，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，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，或是大圣复生之时。走走，游游游，看为铜钱做马牛，做人哪儿比做妖好，不怕阎王命不休。哎，你看，远道福自由。大哥真是有口福啊，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猢狲，敢捉弄你爷爷，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这胡闹性子，
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哎，等等！哎呦，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。候你多时，真香，真香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，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
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玩玩。
找他。这深浅的这么往前硬闯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去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红头和尚又出来先走了，这叫做的这个
上，别乱了阵脚。Thank you.